伯姐，从今天起你就把她想象成是我。我姐妹们，我伯姐最近可能更年期了，那没上去对我发脾气，我真的现在受不了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觉得我最近脾气不好是吗？那是啊，我也觉得，我就是感觉胸里有一团火，就是无处发泄。你说在家待久了憋得慌呀？可能是天太热。你觉得舅妈脾气好吗？好。那跟你妈妈比，谁脾气更好？舅妈。不知道为啥，这我最近情绪真的很暴躁。我之前还立志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呢，这大喵最近让我揍了好几炮了。啥？啊，真的？妈妈最近是不是老揍你？你又发垃圾篓是吧？伯姐，我很理解宝妈，带娃带久了确实很烦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扛了个啥呀？这是没地儿放，也不能放客厅中间呀。伯姐，从今天起你就把她想象成是我。这在你发泄的同时啊，顺便培养下两孩子的爆发力。贝贝，给舅妈爆发一个。女汉子呀。舅妈，我打累了。那你要不要吃点零食呀？Yeah. 伯姐，你让贝贝吃这么多零食，到时候长蛀牙咱姐怪我怎么办？我能让我闺女长蛀牙吗？莫哥，贝贝你也得好好学会保护自己，听见没啊？听见了。哎呀，先从打瘸开始，开练练一圈。好样的。你觉得舅妈对你好吧？好。那你能不能长大挣钱，把钱都给舅妈花？来吧，我莫哥今天也给你一次机会，随便发泄就把她当成你媳妇儿。都走。哇，哎呦我的妈。反了你了，来吧，拳击手套戴上，也来两下吧，你就把它当成我婆婆。嗯，呀呀呀，下手挺狠的。喵喵哎，干嘛呢？看看他就这柱子可是买好了，这立在客厅中间站着不说，你贝贝慢慢当妈我都学会了。这我最近也得深刻反思自己啊，当妈之后这情绪很重要，就是你特别能影响一个孩子的性格，但是我最近确实对大喵态度不太好，但是你也不能玩笔呀、啊、宝宝。虽然你很调皮捣蛋，妈妈以后尽量控制情绪啊，控制不了我就打，没办法。伯姐，你要以后有气的啊，先在这捶两拳，这气能消一大半啊，然后再来找我。就有时候有一个情绪稳定的爱人也很重要，就无论我怎么发火啊，我猫哥那真是脾气老好了，就无怨无悔哈。那咋的，我还能打回去啊。这我跟猫哥在家都约定好了，就无论我们怎么吵架闹矛盾，只要大喵一过来看到我俩，我俩必须马上立刻恩恩爱爱，然后就是让孩子就感受到父母是多么的你说恩爱呗。走吧，出去玩，别翻了，家里啥也没，就这条件。出来了，哇，蓝天白云好治愈。去逛街。带上我，拜拜。喵喵，你跟我拜拜了啊。来吧，为夫给你打下的江山尽情的畅玩吧。哇呀，还挺美。那栋黑色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，看美女去啊。走，抓帅哥去。